送米湖的叔叔帖，他有写六首诗，他给叔叔的叔是指现在的四川，是是，织布之前还没有染色那个粗布去写的字。这个但以一片洞庭坊是米湖在那边看一艘帆船经过，然后那江南是出产那个鲈鱼，鲈鱼经破，鲈鱼它切开了像玉一样的白，然后经破菊是柑橘，是柑橘是金黄色的，所以它。所以它是这是那边的是属于是美食，那闽江南那边的美食，然后它刚好新枝具霜柱，是上面种那个桑叶是给蚕吃的，然后那个苎麻是做那个布的，好了，五湖山去听漫漫，不变水天。行何须？织女织机时，叶是那个织布机，要靠那个织女机时那个织布。然后他米湖他是展示过的，他是说这称嫦娥也是嫦娥称客星，是把那个嫦娥当作朋友在称呼。所以他这一次他们是去那个。去写，这是他的那边的美食。